高松，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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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咦，你系？你好啊，见习都拆方程郎，今日第一日翻工。哦，你好你好 ，Madam Fang， 啊，我未介绍，我系 CEO 洪志烈，叫我洪仔得噶啦。阿 Madam Wang 提过你今日会入组，你知边个 Madam Wang？ 知道。Very good， 佢啱啱就去咗开会，转个头翻，呢个你个位。好啊，唔该。洪仔啊，快啲啦，泰哥同 Sky 催我哋啦。你唔好催啦，新 Madam Madam Fang。啊 ，Sorry Madam， 我系 CEO 催问你 Money， 我哋赶住出去接间啊。咁你快啲啦，我自己搞掂得啦。好。拜拜。OK， Madam， 洪仔嗰边报料话 Tiger 架车出咗深圳湾，去紧屯门方向，估计经屯门公路出近市区。Madam， 西隧路路畅通，冇问题。OK，Sky 睇下边个位 pick up 佢哋方便啲，今日一定要扫到 Tiger 个窗。Yes, Madam。Madam Form 真系可怜啊，第一日翻工就一个女仔留喺 office。佢結咗婚生咗小朋友，識得自己照顧自己。你冇揾下啊？Madam One， 阿 Sir， Hello， 誒，早晨。Madam， 早晨，早晨。喂 ，Madam， 笑得咁開心嘅，睇緊咩啊？冇嘢啊。阿風 Sir 咧用個 Apps 啊，將佢同 Madam One 個樣咧合成之後，變咗一個風水 Junior， 你睇下。好過癮，呢啲咪情趣咯。你哋喺度笑好啦，唔好話俾人聽啊。得啦。佢幾多樓啊？咩咁 lift 喎？啊，都係四樓啊。去做嘢啊？嗯。小心啲。Thank you。放心啦，阿風 Sir 咧知道我哋要去街市捉鴨情，已經特登吩咐我睇實佢。佢已經叫我著防線鞋噶啦喎，原來仲煩你啊！唔煩啦，就算佢唔叫我哋都會咁做啦。阿 Max 同埋大寶咧已經自動去咗落車，喺正 lift 口等你上車。其實你哋真係唔使咁噶，要噶。OK。Madam， 搞緊咩啊？哦，影印機冇紙啊，我幫手 review。同埋咧，一個鐘頭之前我收到 IT 部嘅 email， 話個作業系統 hang 咗咧，咁啲 desktop 咧就完全用唔到。我叫 Cameron 咧準備咗兩部 notebook 俾大家用。唔該曬。OK， 嗰兩部 notebook 你攞俾我同 Marcus。啊 ，Marcus， 你叫泰哥同阿 Sky 搞掂咗中岸司機攞文之後，即刻通知我。OK。Money 同龍仔，你哋 settle down 即刻搞事物。Yes, Madam。Madam。Marcus。洪仔啊，我想問一下深圳灣單 case 係點㗎？之前收到情報，有批可卡因由馬來西亞坐飛機嚟香港，但係 AIG 嗰邊一直都接唔到貨。係啊，我哋 search 咗個司機幾晚咧，都冇料到喎。後嚟咧 check 到個 target 原來飛咗去廣州，再喺廣州坐車去深圳，經深圳灣咧運咗批貨落嚟啊。哦，咁你哋咪通咗幾晚頂咯？大家輪流啦，不過其實咧喺度通頂都好正常嘅。Madam， 我諗你要習慣一下。嗯。最後截到貨拉到人，乜都抵翻曬。恭喜曬，麥德芳，唔該曬你啊 ，Cameron， 唔使，唔阻住你做嘢。Madam One， 有幾份文件要你簽名㗎。探粉佢都識換啊？你話 Madam 芳？係啊，雖然你哋今日個個都好忙，唔得閒理佢，但係佢冇停過咁滯㗎，仲好識揾嘢做添。一知道 IT 部出咗問題啊，就即刻提我翻兩本 notebook 翻嚟啦。好彩夠快手咋，如果唔係，呢兩部都冇啊。咁我出翻去做嘢先啦。嗯。Madam， 一陣有咩做啊？本身約咗同 friend 食飯，但風水唔得 cancel 咗，點啊？一陣同 Money 熊仔食飯，之後泰哥同 Sky 都會 join， 一唔一齊啊 ？Sorry， 又有朋友約我，下次啊。你咧有冇興趣？唔好意思啊 ，Master， 我咧約咗張俊。喂，邊日俊跑咁快嘅你 ？Sorry，Sir。
老公啊，介紹翻我上司 Madam Wen Master， 我先生啊。Madam 你好啊。原來你先生就係潘 Sir， 上次唔該曬你幫手，唔知仲有冇機會合作呢？我諗機會都比較少啦，因為我冇喺赤立角嗰度做，我掉咗饅頭。Hello， Madam 姐姐，我媽咪有咩做唔好，請你多多包涵。喂，我哋唔好阻住人啦，講拜拜。拜拜 ，Madam 姐姐，阿 Sir 哥哥。拜拜。佢個仔仲咁細，但係事業先啱啱起步，要兩樣都兼顧得好，應該唔容易。面試嗰陣，我問過佢事業同家庭咩重要啲，佢話兩樣都咁重要，仲有信心兼顧到。我信心係好嘅。第一日嚟講都 OK 嘅，再睇下咯，走先啦。拜拜。